但俾我天下，全世界都冇咩新聞，因為所有嘅新聞都集中喺俄烏戰爭一週年。咁當然法國總統呢、這個真係底屌嘅馬克龍，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電話嘅時候，明確承諾支持澤連斯基提出嘅和平計劃。馬龍重申法國支持烏克蘭，直至烏克蘭取得抵抗俄羅斯侵略嘅勝利。之前馬龍因為發表打敗俄羅斯而不能夠打垮俄羅斯的言論而受到烏克蘭及東歐國家的批評，之前馬龍不要侮辱俄羅斯的論調亦都受到抨擊，兩面三刀。在這個慕尼黑國際安全會議那裡，馬龍是這樣說的，打敗俄羅斯得，但是不要怼冧俄羅斯，即是說你只能夠在這次打敗了他就完了件事。而他更加說有某些人士，那某些人士是哪些，意圖影響希望打垮俄羅斯，那這班人其實就是東歐國家。之前跟大家說過，東歐國家在蘇聯解體之後，他備受俄羅斯的所謂的壓力，甚至很多的政策都因為強鄰在隔離沒有辦法實施到，甚至衰政政策。結果這一次哈薩克、吉爾吉斯、波蘭、捷克、波羅的海三國、保加利亞這些全部都希望借著這一場戰爭將它打敗，亦都因為馬克龍這個這樣的言論，澤連斯基直頭叫你廢柴，是兜口兜面。那你就知道左膠的可恥，有些人說他不是左，就好像前人民力量主席劉家雄說他不是左，事實上他做的就是買兩邊如人得利美中關係的時候，他不停去訪問中共，意圖拉攏雙方的關係，跟住面對俄羅斯衰政政策。但是澤連斯基話：你要求同佢對話，你去咗咁多次，你做到乜嘢？事實上，去見普京嘅馬克龍係見得最多嘅呢個戰爭前後，由頭到尾任何都冇成果，即係你擺明就係幫兇。而嚟到呢一度，俄羅斯亦都喺所有開嘅傳媒機器，即係話你馬克龍，你憑乜嘢干涉呢個俄烏戰爭？仲有我哋俄羅斯點會失敗喺民粹主義嗰度？大量嘅俄羅斯媒體屌到佢撲街，呢啲就係左膠可恨之處。其實喺我心目中嘅左膠唔係左，係政治正確扮撚曬嘢。撈政治游水在我心目中就是那些所謂的左膠，不是左。馬克龍現在連面都不要，兩面三刀，又想佔道德高地，又想做中間人，又想謀取兩邊的利益，這些人竟然就是主導西方國家的一員。事實上馬克龍比蘇爾茨更加不堪。節目做到這裡，希望大家 like 追蹤試下訂閱科金睇廣告，可以話加入會員同 Patreon， 帶俾我天下，需要大家嘅支持，拜拜。